没看完整的再去看一遍。白二三，你搁说啥呢？你是不是快睡着了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快睡着了，我是快睡着了。哥，你挂机了是吧？接下来干嘛？哥，真挂机，哥们，你来真的呀？我不趁人之危的。他在讲冰红茶的故事，那冰红茶是啥呀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都不知道那冰红茶。他不就是个冰红茶，是个 ID 吗？不就是？我操！我他妈我没回去。那冰红茶是个人吗？那冰红茶？不知道呀，我好久没打峡谷了，你们跟我说的这些人我都不知道。哎呦我操，一刀他没了。睁大眼睛，我要看着。就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哎我操，我他妈刚好被炸死。你认识就是不好的事情哦，没事没事，这不就是个钻二吗？这不就是个这萝卜上的好友，可能是朋友，好不好就也没啥说的。你这不抓他，他没闪。啊，这是我刚加的。哎，我还一直以为是你好友呢，萝卜汤。我给他转移话题呢。哦，这是我刚才加的。我的兄弟，我还一直给他转移话题，我怕是你朋友，我怕他攻击你朋友。我给他一直转移话题，你没看我都不想回。这么真实吗？怎么是我家的呀？哦，想跟我双排那个瞎子是吧？我操，他这么有名吗？他比我还有名。还真别说，他打我打得挺痛的。说是打 LDL 的，有认证啊，一会儿切出来一看就知道了。没闪有疾跑，哎，他不用来我也杀了这波。你刚才不来、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刚才得来啊，哥们儿，你这不来，我被抢个六，我伤死了。哇，你这能杀他？哦，差一点血。
拍开那个秒表是真恶心。看到我很意外吗？好，勾，没勾到。派克是有那啥的呀？可以杀他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，人马，你是最棒的。人马被我夸的有点上头。这把可以先，这波可以先升七。对呀，他怎么爱离人呢？这东西我跟你说，等我到六级就是人机，比人机都好杀。这波线他不推，他比死了都难受。抓他这波心理。刚好我看见这波线过来，我这波线其实也不好，但是要是为了是他人头来说的话，还是说要来一趟。来了，来了，这个我能蹭一点兵不？把钱还是不够，再蹭他俩兵，他还骂我了。你很狡猾，先去下了，快跑快跑，进去了，快跑！我没想到我这中路这么大一波线，这技能去游走，你瞅我这鸡巴理解，这纯是给自己玩死。你说我这个兵线啊，我都不要了，我去上路，他还能可那个，他还能去下路游走。这波打完他就崩了，他按理说他应该等级比我持平，甚至经验比我多的，他去下啥都没干。宝哥看了这么多直播，发现还是喜欢看你，看我的颜值还是看我的技术。如果都有的话，我愿意给你上个房管。哦，你已经是房管了。经典的误导。也有，哪有没破防过？我也破防过。来一下吧。不想要这闪，哎，救一下！你们救一下！提速！猪妹，哥，有话好好说，真的有话好好说，求你了！别哥，别追了！我操！这个，你这人妈是不是狗啊？你这么玩是吧你？都给我惩戒了，都给我！不是辅助，不能再死了，兄弟们！
我这一直都一打二的，你不能再死了。研究研究。接下来干嘛？可真难得呀。我没法穿鞋，不好杀他。我还没抢你桶子，这么紧张，完了！别别别哥，不能再杀了。这全是数值怪啊，这我吃不了，我再抓人先。打先锋，打先锋，赶紧打完这把我下播了，我操！这猪妹老盯着我是干啥的呀？快打，快打！近打中没用啊，卡莎近这种都是被妖姬秒的，选出来就是被妖姬秒的，就是送的。啊，进来都跟你们说了，这两个英雄进来妖六级以后就打不了妖姬。
我刚看那把那个谁是不是职业选手了，我看一眼。不是职业选手，职业选手有个标，他不是职业选手。不是我，我不是刚才回去，我怕他那个派克来追我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打假赛那个？操，你跑这么快的。哦，我知道那个事，就他呀，那个不像真的，像是有人搞他的。就这个东西啊，我跟你说，他的这个东西，如果说他是说这说的是真的话，他知道如果他这样说出来的话，被人爆出来的话，他下一场就吃不到这个钱了，所以他不敢这样说的，就他是不是他都不敢这样说，他不是他更不能这样说，他是的话他更不能这样说。好了，萝卜蛋这个号钻一了啊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没点关注，帮忙点点关注，谢谢各位。有需要包天陪玩可以加下左边 QQ。我走了，走了，拜拜拜拜，明天见，兄弟们。钻一了。